锵锵三人行，哎，徐子东还有马家辉跟我梁文道今天坐在这儿。这个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对体育界来讲的盛事啊，是我们现在录节目的这一天啊，就是我们李娜终于要在温网上面亮相了，是吧？这你肯定要看吧？单打第二圈，单打第二圈，那个对手是相对比较弱的，那机会有吗？哎，有，肯定行了，肯定行是吧？但第二圈是比较有考验的，是吧？可是这个现在温网啊，这个草地啊，快的那么多，这个我觉得李娜一时还适应不了吧？不知道，反正他之前打了两场，就看得出他那个草地的发球没有那个红地的。没有那个红土那么稳，对，没那么好。不过我们讲的不是网球，你放心。这我们讲的是什么？讲羽毛球。羽毛球你们两个看吗？我都不看，只要是球的我都不看。我看。他只看羽毛球，我还特别喜欢看双打。哦，网球的双打没法看。为什么呢？网球单打跟双打差很多，对不对？在这个国际上的重视程度也差很多，但是看也差很多。对。这个羽毛球双打好看，羽毛球呢就单打就有点疲倦，那个双打非常好看，哇，你就非常紧张。羽毛球双打很好看。我发现子东真是什么球都看啊，我有些球我是故意不看，因为我如果再看下去的话，我没时间做别的事情，交不了书了，就变成。比方说我棒球，我知道棒球是很花时间的。现在棒球其实很好看，还有冰球。我在美国被人带到冰球场里去看过一次，差点就上瘾，后来就硬冰球啊，就那个在地上戳的那个，对，就那个球很小，看不大见的，对 对，这是美国第二大球啊，是，就是美国橄榄球第一，冰球第二 ，NBA 跟这个棒球是并列第三，不是吧？你说冰上曲棍球吧？不，哎，对，冰上那不一样，跟冰球不一样，就是冰上曲棍球，对对，冰球是非常暴力的运动嘛，对，冰上曲棍球很暴力，一定满地血，对，其实看冰球最快乐就是看到那些男人撞来撞去，然后打来打去，基本上是跟橄榄球一样嘛，是非常同性，美国人都爱这套，对，非常同性恋的运动。你看到一群男人抱在一起，压在一起。橄榄球这个里头的说法就是看男人的屁股，是啊，看男人什么屁股，这个屁股非常好看，一个个这个橄榄球的脸都看不清楚嘛，是全戴着套子嘛，没错，而且他们常常挤成一圈啊，就基本上一圈屁股露在外头，对对对。可是那个橄榄球跟冰球哈、啊，旁边那拉拉队非常漂亮，特漂亮。我记得我在美国看过一次哈、啊，是看美国橄榄球、啊，主要看拉拉队啊，当然都是因为我的指导，他就只看这个球嘛。那指导教授带我去看的嘛，他说家辉毕业了哈、啊。我带你去看一趟那个橄榄球，我感觉他的说法美式足球应该正确叫美式足球。我觉得他的说法有点奇怪哈，好像有些国家的父亲会说：“小孩儿子，你长大了，我带你去哪里开开眼界？去嫖妓？对，去尝尝生命的快乐哈。”他是你哎，博士要毕业了，我要带你去看看美食足球。对，当然我都看不懂，完全看不懂。就看那威斯康星，对，威斯康星打得还不错，其实是对中西部最强的。对最强的。那看那些美女，那时候年轻嘛，看美女呢，看得非常快乐，令我难忘哈。对，那是唯一一次。可是你知道美国的这个各种球类运动，啦啦队都这样。嗯，棒球美式足球、冰上曲棍球、NBA，这个啦啦队从来都是很重要的。就尤其美国，你看小女孩很奇怪，学校里面啊，他们中学开始就很多女生的梦想就是要当学校的 cheerleader，这个叫做。然后呢，出来做各种花招，然后穿的裙子都短到就是爸爸妈妈看了应该脸红，但不。他们也希望女儿这个是我原来误解了，我原来以为是读书不好的人才去那里跳，不是。后来他们说不是，他们如果升名牌大学哈，你写进去，你曾经做过 Lakers 的 cheerleader 的，这是一个光荣历史，加分的，而且加分的很多这些做 cheerleader 的那些女学生呢，成绩恰恰都是相当好的学生。然后呢？那但是当然，这些女孩到了职业运动的这种 cheerleaders 里面呢，就都是很养眼的那种，就是你喜欢的那一类。然后呢，你不喜欢吗？你们不喜欢不养眼？我没感觉，我看球，我不是看你那个球。然后呢，跟着呢，现在有新规定，你知道，现在很多职业运动都有新规定，就规定了这些运动员不能跟运动员，就是啦啦队不能跟啦啦队员搞，不，这个倒过来。啦啦队员参加的时候必须签字，你不能去跟运动员，否则的话你就要开除。对，每一种球是每一种文化。我上次不在节目里讲这个网球的那个播音转播吗？后来就有人就发帖上来批评我，
说我讲错了，说冤枉了央视的这个解说员了、说原来现场呢是有一个玻璃棚把他们隔住的、所以呢意思说你冤枉他们的讲话声音再大呢也不会影响到李娜，可是他吵到观众啊、重点在这儿啊、这个道理所以呢可见这些观众他们是不怕吵的，他们从来就是特殊。我后来在想，是啊，为什么我们看网球就非得照英美的规矩呢？没错，咱们中国特色的网球就是草草的嘛，对不对？这也是我们的，所以为什么法网一般知道 NBA 的转播啊、各个国家的台都是空的，没有装玻璃棚的。是，为什么法网要装个玻璃棚嘛？就是考虑让你们各自不同的国情嘛，对不对？其实哈，就算是足球，就算是最草的运动足球，英国人的解说也比较平静。对，那墨西哥人对不对？这个很聪明的。对，如果给我们中网球要是在我们中国打，按照我们国情来打，我们还一边打，观众一边放鞭炮，唱红歌炮呢。你发球，我放炮，还要吃饺子，没错，对，吐痰，然后下头还有卖瓜子的什么的，丢毛巾的。不，先别说这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讲这个球啊，网球固然好看，但羽毛球很重要。为什么这几天出事儿了？你知道吗？前天林丹。超级单，你知道吗？超级单，全满贯超级单，林丹到了新加坡打新加坡公开赛，然后在这个公开赛呢，打到这个最后的总决赛的部分，他应该跟国家队的队友陈金来一场梦幻对决。然后新加坡的这喜欢，你知道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东南亚国家都很喜欢羽毛球，那边是也当作是国球，那观众很兴奋，看那世界上最顶尖的好手。谁知道那天两个选手穿的不是这个运动的短裤，是穿黑色长裤出来，很多观众哎已经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出来呢，我们看看这个林丹呢就在场上拿着话筒对大家说话，说什么呢？他说，哎，真是很对不起，我这两天不舒服，昨天晚上可能确实有点生病了，没办法参加今天的决赛，希望现场观众能够原谅。然后呢现场观众怎么样呢？有的就慨叹，然后呢有的喧闹，有的就吵。你们看这反应不是这一回的啊，这是前几回的。什么叫前几回呢？意思就是说林丹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退赛了，今年已经退过四回了。你知道吗？他到决赛的时候就生病，或者关键比赛的时候就生病啊，什么有时候是喝冰水喝太多肚子疼啊，有时候腹部肌肉拉伤啊，病痛还蛮多的。可是问题是马上又好起来了，只要不比赛就好起来了。这我倒不知道了啊，这是阴谋论。好，我们呢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值得议论呢？是因为网上很多网友啊就觉得这里头有阴谋。这什么阴谋呢？就说啊，林丹为什么要这样子退赛呢？是国家队的安排。为什么国家队要这么来安排呢？这是因为呢他对上一个对手，比如说是遇到中国队的队员，像这回陈金啊。如果他这回在这个新加坡公开赛让给这个队友，这个队友啊在国际排名的这个积分榜上这个分就加了嘛，他拿了冠军嘛，对不对？那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说明年伦敦奥运啊就可以使得我们国家队里面有三个男子积分高都能够打到这个伦敦的这个奥运赛里面。那所以呢，保卫金牌的可能性就大，没错，就有这样的一个让赛。那当然，这个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千万不能轻信阴谋论，对不对？窦文涛呢，生个病就给阴谋下去了。那么谁晓得林丹是不是真的是喝冰水喝多了肚子疼呢？可是这个阴谋论还是有根据的，窦文涛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什么根据呢？回头之后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见。对，我们刚刚不是说有这个阴谋论吗？说林丹这个退赛啊是故意安排的啊，原来今年不是四回，是三回。我之前说过他退了三回了，这是第四回吗？这是第三回。就是说呢，这个他呢这么来退赛，主要就是为了让分，或者有时候呢是因为某些比赛觉得不重要，那么不太影响不太大，那这当然这我们都知道无可厚非。但是你说要是为了让队友的分数高能够打进奥运，这么考虑国家利益，这又对不对呢？那么当然这种事儿啊就算是真的也不好承认。于是我给你们念一段，就当时啊
他最后在颁奖这个新加坡公开赛最后颁奖礼，他这么让了赛，不就亚军，不是让赛，就反正退赛啊，就亚军嘛。然后呢，他这个亚军跟他队友冠军陈金两个站上颁奖台的时候呢，现场观众开始发出道喝彩的声音，然后就一直道喝彩下去，结果弄得他俩也很尴尬的微笑。后来呢，有记者就问他是不是故意把冠军让给陈金的时候，他立刻否认。但是你看啊，他的说法上，首先我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一支球队是所有优秀运动员形成的集体，因此我觉得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大于个人，我们中国队是提倡集体利益的，即使那这么听起来你觉得好像说这等于是承认了嘛，对不对？反而是，但他接下来又说什么呢？即使今天对上其他国家的选手，我还是会做出一样的决定，因为健康是最重要的。你说这在讲什么？没有，我觉得查证这个事情啊，除了看他这个莫名其妙的回答以外呢，因为你说这是第三回了嘛，我们可以倒着看检查他前面两回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他前面两回退赛的时候哈，是会有什么人，比方说国家队获得集体的好处吗？我们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哈。那另外一个这个事情啊，另外一个可以看的角度就是说那个对手谁，陈金是哈，因为他让赛是一回事哈，可是被他让那个人为什么要接受呢？因为我觉得说假如网民啊要去骂的时候，除了骂这个超级丹以外，哪个超啊，超级的超啊，超啊，那个骂林丹以外呢，另外那个陈金呢，他为什么要接受呢？假如他真的是有体育精神的话哈，就算是林丹自己提出让赛啊退赛，或者说领导，或者说那个领队说我要求林丹退赛哈，曾经应该反对嘛？为什么呢？这没问题啊，就你的对手自己不想打他，你可以说他怯战，对不对？没有，这关我什么事儿？因为重点在于我们讨论说体育精神嘛。当我们说体育精神，在于说把你最好的做出来，不管输赢。所谓不管输赢，不要搞错啊。不仅是不管你自己的输赢，也要不管对手的输赢。我不能因为想让他赢，我就退赛。不是，假如你可以说是假设这个陈金啊，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育选手，他今天想着来跟你决赛了，你自己不战而逃，这关他什么事儿呢？你不战而逃可以是怯懦的表现啊。没有，我们有，假如对手是非洲队的，那当然你没有办法抗议哈。问题是说我们有整个假设嘛，整个推论，整个联想在于说，林丹退赛是为了保曾经能够哈，整个国家队能够多一点名额去伦敦参加奥运哈。那曾经就是那个整个国家队的一个部分，他很难说他没有参与在其中的。假如我前提是说，假如这个阴谋是成立的话，曾经一定是参与者之一，他应该抗议才对。我根本不同意这是阴谋，我觉得这是集体团队精神嘛，我们的一贯的传统，没错，这个等于是当团体在打嘛。我们从古至今不是打仗就有一三五二四六可以打赢一三五，我们调兵遣将。对对对对对。那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你西方原则的个人主义的这种个人至高无上最高利益的这种原则，你这种普世价值滚出中国去，他们现在不是贴这样的吗？这是。如果我们强调我们军团，我们的这个奥运的战斗牵涉到我们全国家的荣誉、民心等等等等，整个国家体委赛计划整个战役，这里拿多少，因为都是军事术语啊，拿下这个战役、这个军团，如果在这样调配的话，我只能倒过来说，林丹执行任务执行的不够好。哎，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将来人家世界体坛刚才说好，你们中国爱搞你们中国特色，你们自己慢慢搞，你别来打。你想想，你对新加坡的观众，你对得起人家吗？8000多人挤在那要看你这个，买了票进场了。所以呀，你想想看，所以我说他贯彻的不够好呀。以前是怎么做的呢？以前李富荣打着输了，对，以前等一下我还要跟你讲李富荣跟庄则栋打，因为那个时候庄则栋要是乒乓球比赛啊，24、25、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他要是能拿3届，那个杯啊就永远就属于中国了。所以当初大家都希望第三届庄则栋拿，可是那个时候状态李富荣极好，下跌了，而且庄则栋。但是呢，那场比赛照样打得精彩，但照样庄则栋得冠军，李富荣后来国家体委领导。
所以还是我们明白了没有？这前嫌啊，这叫做前嫌。他这个你看，不仅不肯，连这一场打都不肯打，还跑上来说什么集体的利益什么这种话，这种话不，他后来他还兜着了，他回头就说健康是最重要的。不过我跟你讲，你讲那个军事化，刚才只能讲那个军事化，我们有图为证，你知道吗？来给大家看看这张图，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这个就你看我们羽毛球队员国手干嘛呢？在接受军训。那为什么要接受军训呢？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呢，这是好像前一阵子的一个照片了，就反正呢有我们国家的羽毛球选手要去参加军训，去一个月的军训。那为什么要参加军训呢？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们国家队的教练，我这样想，他们的身体啊，比一般的军人好多了，对不对？当然，那当然，主要是接受思想意志的训练，没错，政治教育。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教练呢，就说呢，这个军训很重要，乃至于当时这个军训期间，其实是碰到一个国际公开赛，大家都不参加，啊，军训第一。林丹我记得吧，他也是比着他别毛泽东像的嘛，他这个力量来源是来自的。可是我觉得说看到时代的进步哈，像你刚才说那一场比赛哈，很精彩的，照样打得精彩，可是还是输了，该做的事情做到。然后呢，这个林丹演戏执行任务不够完美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他有羞耻之心啊。假如我们的阴谋论成立的话，就不演戏了，就出来说实话了。对，那支支吾吾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跟你讲，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些历史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刚才家辉啊，你提到说这个事儿主要还是要看过去的历史，比如说像林丹退赛有没有使得他队友获益。我们给你看一个更早的历史，看看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呢，这个图里面的人呢，就是我们中国队过去的一个很优秀的一姐，女单一姐啊，叶超颖。叶超颖是怎么回事呢？2000年奥运的时候啊，那么当时呢，她其实呢就已经赢了她的队友龚志超，就当时他几乎什么杯都拿过了，那么就差这个奥运。但是最后呢，现在的当时的国家队的教练李永波呢，在事后回忆，就是说承认了当时是安排让他来故意输了。为什么呢？就是要让他的这个国家队的队友胜出，因为比起当时遇到的另一个外国队友，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外国选手啊，就我们看当年，就他必须要让给他的队友呢来赢这个外国人，因为他那个队友对这个打这个外国人比较有信心。那么其实呢，我们还可以再看下去，再看下去还能看到一些我们香港人比较熟悉的，右手边的那个就是周密嘛，中间那个是张琳嘛。这个周密当时也是被安排了要让给中间这个张密，然后张琳，然后后来呢，周密不就来了香港，代表香港队吗？那么这都是被安排的，而且这是当时的教练李永波在后来的纪录片公开承认了。那么他的儿子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这有点违反体育道德。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叫体育道德呢？你说我们讲国家利益嘛，可是我们知道运动比赛这个东西啊，我们有个很根本的原则叫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是什么？就在这个场上要分胜负，大家应该尽力透过，你应该尽最大的能力，没错，否则你是侮辱对手，没错。然后你要透过你获胜来展现自己卓越，就算你不能获胜，有时候我们会佩服败者，就是因为他在那个追求的过程，他如此尽力，出现了一些的超出自己界限的表现，让人佩服。你讲的那个是欧洲人创立的奥林匹克精神，那是英国人开始的游戏规则。我们的这个观念呢，是徐英生当初提出来的。徐英生知道乒乓球的那个，他还写了《为革命打乒乓球》。当时最有名的战例就是女子的决赛哈，前面的一场叫李赫男他们打攻球的。但是他们打得很好嘛，但到最后一场决赛突然派出林慧卿跟曾敏之打虚球打赢了日本。事后这个乒乓一直做宣传的，但是他那个做宣传比较有道理，因为他是团体赛，就等于是说我梅西在这一场出场，那一场呢一个我不出场了，对不对？这样是调兵遣将怎么样吧。但是其中你对运动员来说是有不公平的地方，有很好，张雪林当时也打得很好，但最重要的比赛你就不能上了，这个组织的安排，这样的调兵。不过我前两天看了一场球赛，我就在想，
我们很成功的这个乒乓球调兵的传统，嗯，怎么现在不大灵了？你有没有看国奥跟阿曼？没看，没看阿曼，没看，没看。前几天他们说哈，嗯，精神要抗压，不要忧郁症，嗯，要抗得住压力。是，我就说你看这个球赛，要是看得下来，你就抗压最大的考验了。怎么了？中国队0-1输给阿曼队。哦哦哦，阿曼是个业余队。中国队的对手现在变成阿，而且再输一场的话，这是故意的吧？现在我们伦敦的预选赛的资格赛都没了，那是意外吧？而且是在上海的主场踢的。中国队的对手现在不是，不要说别的，不是沙包球啊，不是也足球，足球，足球，哎，吓死我了！那是非常，我吓死我，顺理成章的事情嘛。所以，这是说你这么多的团队精神，我当时在看，我们有这么多的智慧，这么多。怎么不放在乒乓不放在足球上用一点？他不是不放，放不了，没有收回那个道德体育精神。这个除了靠球员，我刚还是强调说这个不应该让赛哈，另外对方也应该抗议，被让的那个人要抗议。还有一个关键，这是负责管的体育，这是官方组织哈，因为他有一个任务是维持这种体育精神，每个人把最好的弄出来。他有任务要争夺金牌，叫做争夺国家利益。那是中国国情不一样嘛，应该中国国家的这个体育机构哈，他应该去检查。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检查怎么发生？他就是策划，这就是总结成功。